天烧完洗菜特别冷，我就买了这个电水龙头，安装简单易上手，冷热两用，三秒就可以加热，即开即用，动态大屏显示温度变化，实时掌控，而且防水防爆防冻，平时刷牙洗脸洗衣服都可以用，有了它，这个冬天就再也不怕冻手啦。